举手。你看，有时候哈，你不要不拿下来东西，真的见鬼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先给你，五分钟之前，一分钟之前哈，啊，你都没拿到。要先，我要先豁出这些条啊！他，好，给你。可以问一下吗？哎，分辨食物。只要，然后，好，重点了。放第一个，各位拿到东西啊！好，不要放冰箱哎，亲爱。啊，你被骂，你不要打电话给我说，你还忘记了没？啊，亲爱的。我是找，有时候找我拿玩具是要找对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说怎样？啊，什么都是好事啊！有点头发哦，那就是他教育啊。哦，是人家送的哦。你养多久了？一年多。好，等一下我再教你，好吗？好，刚刚这个围墙视线。